大利、奧地利、美國、德國。嗯，我哋咁樣走三個國家唔使用 passport 嘅，歐盟啊，話入就入嘅咯。跟住可以穿過歐洲，翻返去俄羅斯，落翻中國都得喎。由中國港珠澳，跟住之後翻香港都得。早晨。玩咩啊？今日點解多咗個靚仔坐喺我後面？因為我哋有個團友想揸翻部車，咁所以又俾翻部車佢。我哋兩個而家甜蜜蜜啦，甜蜜蜜，甜蜜蜜，甜蜜蜜。今日我哋要遊走兩個地方，一個係奧地利，跟住德國慕尼黑。一陣間去到呢個德國慕尼黑嗰度咧，就係傳說中嘅奧限速。竟然在全世界可以开得最快的时候多了一条人命在你的身上，必要时你都可以揽着主要的，说真的。还有你这支360 Game 你可以不用抵多个买的。你会很骚扰我，我觉得你这样。因为今次我们旅程呢基本上只有四个人，我和阿 Ben 一个导演一个 Camman，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两个是要负责做揸 Cam 的事情，去减轻一下他们的工作。今次阿 Ben 还要车埋我。对了，来，再等先。来，再等先。哇！